这边12月25号的这个地方下面要做什么呢？书签，目的地就书签，所以就直接这个名称不要改了，反正就书签的名称叫这个就好了。那这边就要加入什么呢？超连接，对，所以超啊，这边文件中的位置会多一个，没有？这边文件中的位置确定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一样的方式，这边再加一个插入书签，就是你要到的位置哈。那其实你也可以一次通通做了，通通四个书签先做好，再做四个超连接也可以。好，然后这边这个应该10月31，这个是9月，插入超连接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其实哈，最多人有问题就是说哪里加书签，哪里加超连接会容易搞混，所以你特别注意书签。就是你要跳到的位置哦，这样你就知道了哈。好了以后的话存档，可是问题哈，你到时候呢，我们把它重新整理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跳下来了。可是问题这边我要让它跳回去呢，跳回去的话就要倒过来了。Tab 按下去，咻就跳上去了。要有个有没有有下 有下来就要上去，所以这地方的话呢哈，等一下我再 Enter 多少次下来。变成说这个 tab 呢哈，按下去要跳到这上面来，所以就在上面这里加入一个插入一个书签，有没有？就是我要跳到的位置就书签，那我叫做吉他社近期活动公告好了，好确定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叫做插入超连接连到它，有没有？点下去就跳上去了，好，那一样的方式。插入超连接，就是那个标题名称好了哈，那这样子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存档以后的话呢哈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网页呢，重新整理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把它点一下元月一号在这里 ，Tab 按下去，就跳回来了。点下去 ，Tab 回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很顺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Tab 一样都是点书签就好了。上面这边加书签，这边加超连接，倒过来，因为我现在 Tab 是我要超连接的位置，所以这个一定是超连接。点下去跳上去嘛，所以目的是跳到这里，有没有？跳回去，所以这边要加一个书签。所以呢，这一题里面总共有五个书签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倒回去的话呢，这边再加一个五个，也有，然后呢，超连接就是这四个加上这四个就对了，哦，然后把它存档。那其他像背景音乐啦、背景声音有没有跟前面一样？所以呢，我们大概简单复习一下背景的音乐在这里嘛，哈，所以你就把音乐把它找到那个 music 选起来就好了。这个比较，这个在一般里面嘛，哈。那图的话它要求我们是这个0103嘛，所以我们就找到 images 里面0103，按一个确定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反正也是一样，回社团这超连接目标框架一定要整页哦，齁。那这边的话呢就要选 index， 按确定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储存。好，这样这一题就完成了。好，把画面还给各位齁。